你怎么了，爸爸？白老师，你们原本认识啊？爸爸，爸爸！啊，周老师，不是周老师，是白老师。刚跟你说你就忘了。对不起，老夫人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先回房间了。我要办点事情，待会儿过来。日升，奶奶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雪莲，雪莲，雪莲。我是日升，你认不出我吗？放开！雪莲，雪莲，雪莲，你开门好吗？你开门！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说的雪莲。不可能，你是雪莲，就算时间再长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这里是我家，乔伟是我儿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天这么愚弄我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雪莲，我求你，你开门好吗？你开门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。你开门，你开门啊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雪莲。你认识的那个雪莲已经死了，你明白吗？不可能，你不要再逃避。你是雪莲，你开门，我想见见你，我想见见你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。你开门，你开门、啊！你快点走啊！别逼我了。我不会逼你，你出来。你快点出来，我要看看你，我要跟你说，你开门，你开门呐！求求你，你开门，雪莲，我求求你，雪莲，你开开门。我没有想逃避，我们根本不认识。雪莲，我……乔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雪莲，我叫白玉兰。不要骗自己了好吗？是你自己在骗自己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是乔伟的家庭教师，我的名字叫白玉兰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我们这样重逢，对你对我来讲都是太意外。你放心，我会多给你一点时间，让你慢慢冷静下来。只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跟你解释清楚好吗？不能留在这儿。啊，好点好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菜都洗干净点啊！快点啊！哎，我这边好了，好，给我吧。得洗菜，快，快点洗。知道了，就来了，就来了。切细点，这太粗了，切细点。哎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菜怎么摘的？啊，摘干净点。哦，来，拿着吧。给，给我吧。哎，这太甜了，少爷不喜欢吃这么甜的东西。给我上菜。重做，重做。
好，快，请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最喜欢的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在桥园碰头的吗？进了桥园，有些话就不方便说了。哎，能不能不要在今天动手？为什么？你有什么顾虑吗？ 人家是以贵宾的身份请我们去吃饭，不要在这种日子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。你是贵宾，我不过是个照相师。那你就好好的干。我是打算好好的干，但是有些地方我需要做一些掩护。我知道桥园里面有一些门禁管理，有些地方我是接近不了的。哼，你接近不了，难道我能啊？ 你动动嘴，老夫人和秦总管对你是绝对信任的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当年从我身边抢走小虎的人，居然是他的亲生父亲。这件事，恐怕连乔日升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应该离开吗？ 不知道了。哦，孙少爷，孙少爷，你看得见我吗？啊，时辰不早了，大家看得见我吗？啊，怎么样啊？喂，猪八怪，猪八怪，啊，猪八怪。老夫人，您这个宅子建得可真好，何不就今天少爷过生日之际拍些照片，以备修缮之用？ 乖，生日快乐！奶奶给你买的新衣服好漂亮哦。谢谢奶奶，你看，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这是什么呢？望远镜。哦。等中秋的时候，我可以看见月亮上吴刚在砍树，兔子在捣药，说不定还可以看见堂哥姐姐在吃月饼呢。